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，都是曾经给全世界音乐人们带来过无数灵感和创造力的乐器。他们是乐器，他们也是工具，但他们更像一名名战士，曾经经历过无数次战役，也迎来无数次凯旋。而现在，他们静静地矗立在这里，成为一座座丰碑。当我走过他们身边时，无论是否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和型号，其实都丝毫不影响我对开发者们的深深敬意。这里陈列的每一件电子乐器，给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史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，引领着人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音乐时代。记得这个硬件音源吧，我曾经给大家做过评测，是罗兰硬音源时代的最后的王者 Integra 7。在它下面是它兄弟系列的各种型号，而这样一个机柜在当年，任何一个音乐工作室或者录音棚如果能够拥有它们，都是不可想象的一笔巨大的财富。现在，我在这里，罗兰历史乐器博物馆，伴着丰碑的背影，也回忆着我曾经走过的音乐历程。